件呢是完全厚棒的，不灌风不走风，然后非常非常扎实的毛衣，然后它是做了今年非常流行的这种大领式的这种裁切。然后呢这一次的扣头很可爱，是这样子的，圆拉链再加一个长扣头，然后你们可以这样拉起来，超可爱的。拉起来之后其实你们有很多的穿搭方式，宽裤、落地裤、短裤都可以，完全越穿越瘦，是这样收起来的，它不会这样横向发展。再来呢它有两个穿搭方式，一个就是直接打开当小外套，我觉得当小外套的时候比较有气势的感觉，拉起来会有那种小公主的感觉。这件海外我觉得真的就是如果要出国玩等等之类再买，因为它真的很扎实很保暖哦。